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劳力士潜水表，1970年代的5513、5517军用跟民用。我们刚才看到了一分钟，可以看到军用跟民用的差别。民用从它的表面可以看到它的针是宾士针，我放大看，它的针是宾士针，然后它的计时表圈有一个上升的潜水员上升的15分钟的上升动作。这可以很明显看出来。而龙头军用跟民用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表框上框是钢的，然后切割的角度比较宽，这是微细的，很多人看不出来的。然后表耳的部分，民用它是用马里莫，也就是弹簧棒，那有人把它打死也可以打出一根柱子，好，但主要它是可以用弹簧棒，这是民用。然后我们看后面，好，这个是1970年代的5513民用豆腐袋，原装的豆腐袋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这边有字，好，劳力士的三节板都有字，然后它这个劳力士 logo 是凸出来的。那比较后期它就会往里面移，就不会有凸出来。比较早期劳力士70年代的还在凸出来的皇冠凸爪，很明显看到。然后底盖
底盖的差别，再看一下底盖的差别。这个军用的有英国水务局的标志，底盖的差别，然后机芯是一样的，1520的机芯。很明显看到有问题的机器，劳力士最高排的机器，然后主要看它的百分。百伦是有快半身，有快半身，一样有八嘛，一样有八嘛，一样有八嘛。然后底盖。自己看清楚你看自己。然后因为潜水，所以它的防水圈是特殊的。可以看到这防水圈，叫粗。民用，一样是安全玻璃，一样是安全玻璃，我们再来看军用，它是很明显的从针就可以看出来，它是扩建针，民用是平时针，从针就可以很直接看出来，然后军用。它的秒针、泪滴针、民用的秒针、圆点针，很明显可以看出来，在魔力棒面板军用有一个 T， 有一个 T， 因为它的夜光的辐射，所以它有一个 T， 但是一样都是 T 小于25。一样是，底下还是有个小字 T 小于25，民用一样也是 T 小于25，那时候已经开始对辐射有管制了。早期在二战的时候就是对辐射没有管制，所以老配3646、61521都有很强烈的辐射，那个辐射几乎都到100微西弗以上，有的甚至到200微西弗，所以就会。对辐射会有伤害，那现在在70年代之后，它就有一个管制，辐射管制，所以 T 小于25就是小于25微西弗，然后这个辐射被玻璃隔绝，所以对人体还有表壳的隔绝，所以对人体就没有很大的伤害。后期到1980年代、90年代，埃及跟劳力士定的军用的反应力也是 T 小于25，或是 SPO2。当然也都是 T 小于25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百这个计时圈，它没有
纯粹的15分钟的上身动作，它就是直接就小刻度，每五分钟它就一样有每一分钟小刻度，哦，这差别在这里，这个了解很重要，哦，军用跟民用，哦，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差别，当然价格也差很多，悬殊很大。现在涨半天了，民用跟军用都涨翻天，尤其是民用，从十几万台币，现在涨到好几十万台币，甚至有到六七十万台币，五六十万都有，要看品项分年份。哦，是70年代的，1970会比较贵一点。哦，这是军用的差别，很重要，这个表圈，龙头一样。龙头是一样，军用民用龙头一样，然后再就看标了，标它这个是没有动，死的，标是没有动，死的，打栓子下去，打栓子下去，因为为了监控，所以它都用给约带，尼龙带佩戴，我们再看一下后底盖，后底盖它这个有选文局跟那个军规的编号，有水文局跟军规的编号，很清楚，然后我们来看机芯，一样是劳力士的，这个难得看到军用的5135-517，一样是1520的机芯，一样是1520的机芯。一样是1520的机芯，有快慢针，百分有八嘛，然后避震是 KIF，避震是 KIF，一样有八嘛，一样有八嘛，一样有八嘛，然后一样有快慢针 KIF。双向自动上链，民用军用同一支机芯，双向自动上。然后到了民用后期，它有1530的机芯，也是5513民用，我们可以发现到1975年以后78年都有1530的机芯，然后军用的大部分都是1520，这是比较重要。OK，这是劳力士，现在金字塔高端的。保罗纽曼、德多纳、3239、3229、3223，再来就是这些5135-517，劳力士、军规、民规，尤其是军规在拍卖，现在都有很好价格的表现。然后比较中阶的就是玩遇水鬼，然后玩那个潜水的，4000米，这就是劳力士高阶的513潜水表的介绍，今天就到此，谢谢。